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们，我们一起聊天，一起喝酒，一起谈论着彼此感兴趣的事情。可是就当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发生一件非常让我扫兴的事情。有一群人乱了我们取消这场演出，他说我们这是非法的聚会。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应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应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们去杀恶魔，你们就甘心了吗？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们去杀恶魔，你们就甘心了吗？昨天我非常高兴来到一个地方参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出，我在门口看见很多自己的朋友，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们，我们一起聊天，一起喝酒，一起谈论着彼此感兴趣的事情。可是就当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发生一件非常让我扫兴的事情。有一群人勒令我们取消这场演出，他说我们这是非法的聚会。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们去杀恶魔，你们就甘心了吗？难道我们年轻人就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们去杀恶魔，你们就甘心了吗？我问你们，我们年轻人该不该有自己发泄的地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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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真的让我去杀恶魔，你们就甘心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去杀恶魔？你们就甘心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去杀恶魔？你们就甘心了吗？难道你真的让我去杀恶魔？你们就甘心了吗？